哥我们三对来了，嘉哥。不然我们，然后现在有人在计分吗？应该有啊，有人在计分，有人在加分。音乐，认真的跳一下好不好？我算谁呢？出真的鼻炎犯了。朱桢的鼻炎犯了，他随手拿起一张纸，擦了擦鼻涕。擦完之后，好，粉队危险啊，不要过那条线。请记得口令是扔到哪里。好，红队危险啊，不要过那条线啊。擦完之后他发现那不是一张卫生纸。小东哥，你反正也负责在旁边笑，你就拉住那里，你拉住线呢，你听到扔到哪里，你再松手，好不好？发现的不是一张卫生纸，那是乔欣的丝绸手绢，请问扔到哪里？